代一代的很不一样哦。对，因为这个领带，我平时就不会运动在里面，就是第四站内。这个领带其实它非常的好，然后根据上面的图案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例子啊，像 Sean Stacy 他自己画的这样。刚才一直在猜，这么大领带是不是为了要露出里面的项链呢？这一次是主打的这种冲浪版的感觉，所以既阳光但是又带着不羁的状态，确实很适合飞鱼。来聊聊今天的这个搭配好不好？我能不能说你是人工喜事精神爽，你看起来特别的还好谢谢大家的辛苦。跟大家说说今天的这个搭配吧好不好？我今天穿的就是非常经典的白色的，因为我喜欢简洁得体的搭配，我也觉得